像我现在到达的时候已经有火车冒出，而且延烧到隔壁的厂。那消防局统计，他点3:50到现场，那目前还在密集程度当中。那初步了解是没有人员受困。那整个面积大概多大？对，面积还面积因为两间面积，所以现在还在清理当中。那现场的那个是在制作什么的？对，那有一边是做那个木业工厂，那一边是冷冻厂。不同公司吗？不同公司。对，这是木业那边延烧到冷冻，还在调查。